超级超级皮的解说员老皮，欢迎收看第136期《我的世界合成篇》。今天啊，老皮我准备给各位粉丝老爷带来一把四项连剑的合成，嘿嘿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激动吧？让我们先来整点材料，比方说连剑，还有岩浆。小伙伴们，那个老皮我问一下哈，那个连剑应该用哪些材料来合成呀？炼剑和岩浆准备好后，那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吧。先来打开合成工作台，然后在工作台的正中心放置上一桶岩浆，接下来在工作台的四个角角里分别放上四把炼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把四项炼剑了。看看这属性，外加1点的攻击速度和7点的攻击伤害，嘿嘿，让老皮我去试试，看这一刀一个钻石套怎么样，强不强？小伙伴们还想看老皮我挑战合成什么？你说材料我来合成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啊到这里啊就结束了。我是老皮，别忘了点个关注哦。